来拍照吧，各位想拍照的赶快拍照哦。来，大家外面的朋友可以进来这边坐哦。好，哎 ，hold a second， hold a second。Here, thank you. 好，来，请拍。好，下面各位，谢谢。Thank you. 哦，日本的这个纹身主办也在我们现场了。Shout out to the King of Tattoo from Japan. Yeah.OK, the next position, thank you. 中间有拍到吗？刚刚大会的有拍到吗？大会的两张都有拍到。好，这边有请，谢谢。好，舞台上进行的是我们第十届台湾国际纹身展最佳新人。好，下一个位置，谢谢。好，这边。好，对，这样子把你的图面向观众，好，让他们看清楚，让他们拍清楚，这就是我们今年的最佳新艺人。好，看起来很恐怖哦。好，来下一个位置，谢谢，这边有请。OK, take a rest. Then after when I call you, go back. Thank you. 好，这个女生包了一只手，帅哦。来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。好，今天这个有二十组左右的这个参赛作品，奖落谁家呢？好，我们期待。都有拍到哈，大会的 OK。啊，这个各位朋友，你们都有看到，你们要看的有都有拍到吗？哦，好。来，这边有请。哦，这个黑白写实的，漂亮哦。这个主题是什么？上面是骷髅。可能以为罗马战士的感觉，我这个角度看不是很清楚。好，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。来这边有请，谢谢你。这位是我们来自韩国的，会讲中文的那个模特儿，第一次来台湾。摸摸硬壳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摸摸硬壳，妈妈硬壳，妈妈硬壳。好，下面一个位置，中间来，这边有请。美女往下一个位置，帅哥往中间移动，谢谢。好，再次提醒我们的最佳的写实小图，准备哦，准备哦，最佳写实小图准备哦。等一下，等他们都上台的时候，我就要开始报道喽。好，我们往台下，谢谢。等一下，稍等一下哈，往台下啊，往台下稍等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这个文法有点怪，请在台下休息，台下休息。好啊，有人在拍，在拍，他在拍 ，OK， 没事，拍完再说。来这边，有时候文法太口语，有时候听不太懂。好，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。OK， the next position， thank you。等一下哦。好，下一个位置了，谢谢。可以，往中间可以，谢谢。我这边有请，谢谢您。
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。电玩他凶啊！哎，你这样，好，你拍他们，好。Thank you. 哦，有全身的哎，新人奖有全身作品哎，感觉这个造型应该是日本来的。好 ，Thank you. The next position. Thank you.你这样试多久时间？两个多月。你两个多月干完整件哦，这么厉害哦！你不痛痛比较不怕是不是？还是你牙咬着过去的？两个多月干完全身哎，哇塞，太猛了！来，到中间，来这边有请，谢谢。哦，我在看那个看起来像日本的那一位很猛，我们台湾也有整件的。哦，有时候刺青哦，纹身师跟纹身课都很重要，皮肤啊、耐痛啊、干嘛的，对不对？还有时候那个外物也很重要，有人外物太多，约没来，很多很久才来，啊、哦，这个月不会来，下个月不会来，好、哦，纹身师大家在笑，心有戚戚焉呐，哦，好嘞，好 ，Thank you。看起来像日本人，就是台湾人哎，我很，哦，不要讲话，很有 feel， 很有像日本人，我也有点像日本人，我们可以去日本发展。好，好来，中间，谢谢。哦，结果这一件也是台湾人，哎，你这一件吃多久？全部？对，就是用多少时间这样？三个月以内，全部三个月以内。你跟刚刚是朋友吗？一个两个月，一个三个月，然后中间谢谢，太屌了吧？你的前面还比他多，他刚才背后整件，你前面整个拉起来，多一个月就刺前面那边就对了。哦，太屌了，三个月是这样子，很耐痛。要本身要很耐痛。来这边，贴 ，thank you。OK, next position, thank you. 好，这位是来自韩国 Korea。 好，这边把你的作品面向大家。啊，这里是新人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等一下应该会参加写实，对不对？写实手臂吧，这应该不是小猪了。好 ，next position, thank you。 好，下面一个位置，美女中间，来，快哥在这边，谢谢。哦，这个好细哦。哦，你看他身上纹的，他身上纹的那个人身上纹的，打老虎这该不会是？不一定是武松，看起来不像。好，我们这个舞台左手边有我们的夏安送给我们的 Happy Birthday 的蛋糕，这个是我们工作人员的，好，请我们观众不要自己拿取，好，等一下结束之后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拿杯子蛋糕。哇靠，这个头太屌了吧，这个头，哇，
哪里人？台中人，我操，太屌了！这个是怎么样一构思这样子？哦，全部的里面的这个骨骼全部外露这样子，哇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！好来，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。来，最佳写实小图开始开放报道。最佳写实小图开始开放报道，请参加最佳写实小图的model 现在带着你的识别这个报名表来到我们的报名处报道。最佳写实小图开始进行报道。好，剩下两位了，那我们有请我们最佳新人奖的所有参赛 model 上台。所有参赛 model 上台。好。好，你们两位还在拍照，就拍一拍。好，直接上来没关系，没有顺序问题，直接来，直接来哈，谢谢。好 ，here。台湾国际纹身展最佳新人第三名 2019 Taiwan Tattoo Convention Best New Tattoo Artist The third place goes to 苗无刺青雕艺苗无刺青雕艺掌声恭喜耶、yeah! 好我们请 Eddie Please Thank you 来杨希师傅恭喜你！当这个杨希师傅还在旁边要帮我忙，我是参赛者，我们多厉害啦！掌声鼓励！那我们来有请我们的这个哲兄来帮我们颁发这个奖。来这边有请，那我们就有请我们勇哥来帮我们颁发新人王哦。来，台湾的是不是、哦、？OK OK， 我们讲留台湾新人王耶，尖叫！耶耶耶！哦，万元的范冰冰最爱的防晒布品的青蕊，掌声鼓励！耶、yeah! ！这有段老舍，我要念一次。今年夏天我有后裔，阳光海洋我都欢迎。展会好友不用怀疑，后裔给你满满回忆，耶、yeah! ！第一次有手稿，还有双压的，太厉害了！这个后裔写给我的手稿，厉害厉害。好，好，合照一下吧，合照一下，有吗？合照一下，来看一下那边，耶耶耶！来秀出你的后裔，这就是我要的后裔，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。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